剪纸是一种富有古老文化色彩的传统艺术。剪纸艺术家只需一把剪刀或刀片，就可将一张红纸剪成人物、动物、花卉或各种吉祥图案。拥有1500年历史的剪纸艺术，结合了各地的习俗和民众的愿望，抒发着情与美，伴随着喜庆节日出现在门窗、墙壁、橱柜及灯笼上，同时也与刺绣、印染、饰品及建筑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配合丁酉年春节，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别出心裁，以剪纸艺术作为主角，在靠近十二生肖公园的蓝地砖区打造结合公鸡造型灯笼及24节气中的11节气春节剪纸艺术制作，借此唤醒民间对此优秀艺术的认识与热爱。此剪纸艺术制作交由国内著名艺术团体雪兰莪州傻傻然艺术协会负责，以铁板和铁条设计而成的巨型制作，其中公鸡造型以灯笼剪纸形式呈现，高约12尺，长10尺，肚身宽约4尺，内置马达使公鸡灯笼能做360度旋转。虽然此制作耗时耗力，但代表正能量的公鸡会昂首啼叫，意味着唤醒大地，迎接新的一天，新的希望。公鸡灯笼仿如一盏明灯，照亮前方的路，指引大家走向光明的未来。24节气是先辈订立的一种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以弥补农历不能完全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不足，它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24节气的名称分别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我们从上述24节气当中选出11个节气，分别是立春、惊蛰、谷雨、芒种、夏至、大暑、立秋、白露、寒露、大雪及冬至，将它们以剪纸艺术呈现。除了公鸡灯笼、24节气之外，剪纸艺术制作还会配上6根长8尺半的灯柱，分别以发、财、春、福、禄、寿的剪纸方式展现。肩负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责任的雪龙海南会馆，多年来用心布置天后宫，以让民众感受浓厚的春节气氛，从而宣扬华人传统节日。这份坚持成功让雪龙海南会馆在过去获得10项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认可。我们希望今年透过拥有1500年历史的剪纸艺术，配以创意思维，能为雪龙海南会馆争取另一项荣耀。